是，不管是喜欢我也好，还喜欢其他主演也好，的粉丝朋友们，我要感谢我的对手张老师，他饰演了周子舒，也要感谢其他的主创，非常开心这个春天能遇见你们，是我这一生中最难忘的回忆，谢谢。我想说的是，不管你是喜欢周子舒，还是喜欢温客行，还是喜欢周子舒和温客行，可能今天结束了，我们俩就是作为张哲瀚和龚俊，感谢你们喜欢张哲瀚，感谢你们喜欢龚俊，感谢你们喜欢张哲瀚和龚俊，这个春天有你们真好。然后还有一些话想对俊俊说，虽然我比你大一点，然后我不知道未来你会遇到什么事情，或者是遇到什么困难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够一直保持自己的初心，然后保持自己的个性，以后不论遇到什么困难，或者是需要什么哥哥帮助的地方，